家好。首都的公共文化繁荣大发展，男女老少笑开颜。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见证了基层文化发展到今天。我义务成立了50人的快板班，这来的时候都是小学生，一会儿都成了小青年了。您看他们都来了。打起竹板走上台，高高兴兴唱起来，唱一唱表一表，文化大院办得好。我跟老师学快板，不会打板学打板，打竹板点对点，我也学会了说快板。那你们跟观众朋友们说说，你们都唱过什么呀？唱奥运，唱福娃，唱北京，唱中华，唱民族复兴中国梦，唱的百姓笑哈哈。好，我们还唱。还唱什么呀？唱咱的文化院。好，法国的艺术家也到大院来演出，把外国艺术来展现。大院成立10年来，参观的客人不间断，有上海，有河南，香港、澳门和台湾。外国客人也走进了文化院，又是照相又是看，摆饰把椅子院里摆，小舞台铺着红地毯。这就是家庭的小剧场，它却和国家的大剧院紧紧相连。好，外国朋友坐在了院里，就把节目看。我们演魔术，演变脸，演中英文的快板，是北京欢迎你。Welcome to 北京，外宾他那 OK OK 掌声连，拿起我的快板爱不释手，非让我教他们打快板，我的手把手把他们教。外宾那个练的脸上直冒汗，我怎么老是打不好？我说你们别着急，慢慢练，我都打了50年了。哇，中国的民间文化太丰富了，下回我们来还得跟你练。我说没问题，我们相互了解，增加友谊，中外的朋友心相连。这才是公共文化，就是百姓文化，大家参与才体现出文化繁荣大发展。对，立足大院服务百姓，为的是让大家伙高高兴兴快快乐乐。